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，就算不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，我的弦外之音，我的有口无心，我离不开你，我离不开你。整个都掉下来了，哎，他要什么呀？用人工慢慢的敲，慢慢的一小块的给它敲掉，哎，来做条做成这条路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啊，他建这条路的时候多辛苦啊！以前做路的工具没有现在那么方便。水的流得比较慢，这边的水流得比较急，静下来的水是清清绿绿的，这流的水就很浊很脏的样子啊，其实它是很干净。对，你拍上面，你拍上面啊，拍上面，拍上面啊。
石就用石头。左边有一个叫长春池，这个长春池呢是纪念做这条路所牺牲的工人。都不用顾那个 security， 为什么太重了？那个小偷喜欢他，如果搬得走就让他搬吧。到现在为止没有搬得走过哈，没有搬得走过。那我们就是说，请各位来摸摸看，看他的啊，给你的触感是怎么样的？怎么样啊？那矿石，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摸摸看，所以他这个呢就越摸就越漂亮。那摸起来 beautiful 哦，会越来越漂亮。新城乡，那我们的苏澳外海。花莲就想要买马达拉，我当时跟在他哦，泰国啊，是在这个1997年之后，就是那这个就是玫瑰木，当时叫做玫瑰花的玫瑰石。黄药的它的感受如何？看看黄药石，我为什么？你又不要，你要拍他吗？我一个拍我，说我牛谁叫？因为打给是他哦。打给我干嘛？觉得第一次很漂亮的，很漂亮的，很漂亮的用的。东西有没有拍？耶！来，快拍。